墨西哥是哪个国家？墨西哥和中国简称墨西哥，是北美洲的一个联邦共和制国家，气候复杂多样，由于多高原和山地，垂直气候特点明显，境内多为高原地形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四季万亩长青，故享有高原明珠的美称。墨西哥主要的能源矿产资源有石油、天然气、油和煤等，金属矿产有铁、锰、铜、铅、锌等。墨西哥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，对外贸易主要出口原油、工业制成品、石油产品、服装、农产品等。墨西哥城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，名胜古迹众多，各式各样的建筑融古含今，景色独特。郊区的知名古迹有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，每天吸引成千上万游客的造访。